先生，我看这两天的死亡人数有所上升，所以就赶快来通知您。你看，这是20号，已经死了8个人，到了23号，再往上，整体来说是比早前好。哎，大人，谢谢伯伯，您送药了，先放着吧。哎，好，我想问一下，厉德医生那边送药了吧？送了，都送了。麻烦你告诉照顾厉德医生的医生，如果厉德那边有什么变化，马上来通知我。好，我知道。啊，口罩的制作。如何了，大人呢？你就别操心了，布料是没了，可是我让达明和警局的人都去采购了。师傅，进来。今天重症隔离区又死了3个人，那尸体怎么处理啊？都堆在乱坟岗子了，就堆在那呀。现在天气太冷，没办法掩埋。那那些俄国人的尸体怎么处理啊？我听穆大人说，他们有自己的坟地，都运那儿去了，但具体怎么处理，我也不知道。你知道在哪吗？这不行啊，我必须要去看一下。这帮人在干什么？去看看，干什么呢？让刘杰过来，跟上，快，快，站住，别动，站住，哎，站住，别跑，站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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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回来吧。啊，这不是什么好人。大人，这帮人在偷裹尸布，偷裹尸布。那些裹尸布沾满了细菌啊，真是。大人，这是俄国人的地盘，你看吧，那边的小屋里他们有守夜的，咱们上那儿去问问情况吧。好吧。阿路，大人，这帮偷裹尸布的人把他给灌醉了。其实这些老毛子不用管，自己也能喝成这样。那些外国人的尸体埋在这里，那中国人的尸体埋在哪呀？啊，中国人的尸体都在最东头的老坟圈子。全埋好了吗？哪儿埋得起啊，大人？就这天儿，地上打个坑都不成，所以就在那堆着。这才几百具，那儿可有上千具呢。你为什么不早点跟我说？大人，您没问我。我想这儿离城里那么远，恐怕不会出什么问题。天哪！你马上带我去看。是，将军李桂祥，上马！走，城中老坟圈，走，城中老坟圈。你们干什么？大人，他们正在扒死人的衣服，准备拿市场去卖钱去。还有的专门偷棺材，把人倒出来，棺材拉回去。姚正廷的亲娘舅专门就干这事儿。你们为什么要这么做？大人，我们都是穷人，快过年了，兄弟们没有钱花，扒点衣服，卖点钱，做个盘缠。大人饶命啊！大人饶命啊！行了，行了，行了，你们不知道这些尸体是得了瘟疫死的吗？你们动了这些尸体，你们就把瘟疫带回自己家去了，你得传给自己家人啊！
妈了个巴子，全带走！带走！等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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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他们已经接触过尸体，全都要带到隔离区。明白，带到隔离区去，观察一段时间。感谢谢恩呐！谢谢大爷！赶紧滚！带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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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快点！快点！快点！这些尸体都是刚刚死的，是吧？他们就是特意半夜才送来。为什么？因为白天不敢来，他被士兵发现，就把全家人都给隔离了。从现在开始，毛子坟跟这里必须多派人手，100米以内不得有人进入。遵命。事关重大，必须严防死守。在下明白。不好意思，让大家久等了。今天请大家来，并不是希望大家坐在这里开会，我想带大家去一个地方看看。多尸体没有掩埋啊！啊，这不是暴尸于野吗？怎么这么多尸体没装棺材呢？大人，死的人太多了，没做那么多呀。昨天捞尸体的人说了，有人呢专门偷棺材，然后卖到棺材铺，棺材铺呢再发一笔财。嘿，有的都是棺材铺雇人偷的，这不发死人财吗？断无天理，断无天理呀！昨天晚上，我去过外国人的墓地，也来过这里，我终于明白原因。我看到有人连裹尸布还有连尸体身上的衣服全扒下来，甚至连棺材一起带到市场里面贩卖，这样会造成多次的传染。这样怎么可以把瘟疫彻底消灭了？今天我们既然知道这个源头在这里，我们无论如何也必须研究一些办法出来解决这两个坟头。我想听听大大的意见。明白人呢，这山一样的死人队着实让我吓了一跳。我看呢，只能等到明年春天开化的时候再行掩埋了。那要不我从明天开始多增加一些兵力把守呢？要不就是太平守着，到明年四五月份开化的时候，把他一块装棺材埋了，就万事大吉了。这都不行了，你们都不知道，鼠疫杆菌它的生命力很强的，就算是埋在地下10年、20年，它一样活着，依然存在传染性。如果老鼠咬到尸体，老鼠再咬到人，这样子新的鼠疫又会爆发了。吴大人，那守也不是埋也不是，到底应该怎么办呢？既然是这样，那总得想个办法解决呀。吴大人，我们必须想出办法来。这位，给长生那边发个电报，问一下那边的尸体怎么处理。好。还有，给丰田总督发个电报，问一下那边的情况。哎，
走吧。啥？大声点儿！你说啥？哎呀，听不见，听不见，算了。啥破玩意儿？吴大人，外边来了好几个人，说家里有人丢失了。妈的，怎么净这事儿啊？知道了，一天到晚县衙警局来回跑，烦死了。过去是活人变死人，现在活人直接就没了。现在也真是太乱了。别的别管了，按武大人的意思，把那两个坟圈子给我看好喽。另外让楚江去查一查这个怎么活人老是没了的事儿。去吧去吧去吧。这。哎，回来了，爹。哎呀，您今天可是累坏了，赶紧歇歇啊。哎呀，今天是真累了，哎，真累了。从铁路隔离车到学校，跑了几个来回啊？哎，别说呀，连扎针带拔罐，有几个人还真见好，爹。你看啊，武大人都好了，那往后啊，好的人会越来越多的。是啊，但愿好日子能够早点来呀。哎，我先歇歇了。啊，那爹你慢点。啊，回去。记住了，只要休姆良，别人不要。谁呀？看病的，我们家有病人了，想请郎中给看一下。病了？病了怎么不去隔离院呢？哎，我们着急啊，麻烦你快点吧。开开门。你要是敢报官，要了你的命！掌柜子，掌柜子，哎，你们干什么？你们走，哎，是，是，干什么呀？哎，我怎么了？哎，你们干什么？掌柜子，不好了，木良被人抓走了。什么？你们是谁？啊！哎，你们为什么抓我？你们抓我干什么？放开我！放开我！抓我干什么？掌柜的，掌柜的，那我现在就去叫人。慢，掌柜的，外边一定有人盯梢。不想让你再出事儿，那我们该怎么办呢？把门窗都关好了，明天去找穆大人。好。大人，最近莫名其妙不见的人越来越多，大部分都是晚上不见，以前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，这兵荒马乱的，他们能上哪儿去呢？你看这报上登的也尽是人员走失的事儿，你估计会是什么样的情况呢？大人，我笨，琢磨不出来呀。楚家那边有啥消息？没有，我们也一点线索都没有。那这样安排下去，增加人手，加强巡逻，在一边寻找病人的同时增加对街道的巡逻，
如果发现什么形迹可疑、前言不搭后语的人，都给我带到这儿来。这，哎，回来，告诉楚江，加紧调查。他手上不是还有一些人员吗？派到城外，如果发现任何可疑的情况，马上报告我。正。放开我！你们干嘛？放开我！你们！哎，你们要干嘛呀？这是哪儿啊？兵丁，他们！哎，放开我！你们！你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你们！你们干嘛？这是哪儿啊？放开我！哎，放开我！哎呀，该放你的时候肯定会放你的啊！姚仲廷，这是哪儿？你要干什么？该你知道的时候你会知道。押进去！哎，放开我！哎，姚仲廷，姚仲廷，走。姚仲廷，这是哪儿？你放我出去！姚仲廷，你赶快到警局去找穆大人，啊！好的。如果他不在啊，就从衙门去找。顺便再告诉大明一声。好的，从后边走，带着药箱啊。您放心吧。嗯。大明哥，大明哥，呀，你怎么过来了？不好了，出大事了，木良被人抓走了。看见抓他的人了吗？看见了，但是不知道是什么人干的。裘老板现在让我报告穆大人，顺便告诉您一声。走，咱俩赶紧过去。走走走，快快快！坐下，坐下，坐下。你说你们糊涂啊？啊？照这样下去，整个傅家店不就一个人都没有了吗？穆大人，进来。大人，不好了，掌柜的家出事儿。啥事儿啊？快说。穆良，他被人绑架了。啊？啥时候啊？昨天晚上。那你昨天晚上为什么不来呢？黑衣人说要是我报案，他就要了穆良哥的命。裘老板怕有危险就不让我来。大人，这穆良平时挺老实的，又没有什么仇人，他又不是什么百毒不侵，这俄国人肯定不会抓他。会不会和最近失踪人这事儿有关系啊？来来来，坐下坐下坐下，把昨天晚上的事儿再给我好好说一遍。来来，坐下。行。閣下，お呼びですか？川崎君、君は楊という品人を使ってマルタを捕まえさせるそうだが、しかし。奴は以前ロシアの元にいたそうだな。昔ロシア人の元で働いていて、その時ロシア人に殺されかけた奴を私が助けました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、奴はもう我々日本に忠誠を誓っております。まさか秘密を漏らされてもいいと思ってるのか。奴はロシア人を憎んでおり、ウーレンドに対してもさらに憎んでおります。ご安心ください、奴は我々の奴隷になります。君はなぜシナ人を使ってこの任務をさせるんだ。我々日本人が行動を起こせば、奴らに疑われるかもしれません。前の浪人の事件を覚えておりますでしょうか。今我々が動くことはとても微妙です。イギリスもアメリカも我らの動きを監視しております。もしバレてしまったら、どうやら君はよく考えているようだな。はい。ではこれで安心だ。ロシア人はウーレンドの相手じゃない。
よく検討してくれ。我々は動き出すと、早きこと風のごとくだ。他们说是治疗刀伤病，可是不由分说的就把他给绑走了。几个人？四个人。四个人蒙脸，刀伤。大明啊，听你们这一说啊，我觉得跟日本忍者有关。忍者？日本人？日本人跟木良哥有什么关系啊？所以说，这里边一定有很大的阴谋。不可能是日本人，他们说的话我都能听得懂。废话，他们说日本话，不等于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吗？大人，您那意思是，有人在帮着日本人做事儿？有这个可能。这样，大明，你们先回去，告诉邱掌柜的，这事我知道了，我一定会尽快的排查。行，大人，那我们先回去。嗯，走吧，大人。告辞了，大人。妈了个巴子，小日本！李桂祥，张俊。在，你们俩给我盯死了日本方面，只要他们有任何动静，马上来告诉我。是。大人，大明，这电文拿到电报局操吧。哎，我想问一下，你看到外面的尸山，你有想过什么办法吗？我也同意吴大人这么做。你同意我消失？这要是平时肯定不同意，可现在不是为了防疫吗？而且那些尸体都是受传染死的，那怎么能留在这儿呢？你的意见也是代表一群人的，谢谢你，更谢谢你支持我。可是大人，有人也不支持。什么理由呢？我额娘就不支持，她说武大人又发疯了，怎么能干出来这种事儿呢？你赶紧去把这电文发了吧，这电文就是发给京城的市召集大人，请求他的定夺。是，那我这就过去。大人，给你带什么了？来，先把药喝了。嗯，慢点，慢点。谢谢小亮。你呀，歇一会儿，再把这饺子吃了啊。谢谢小亮。过一会儿吃，我也要抓紧把我的高手都卸下来。我想尽快帮助吴道上找出治疗的方法。天哪，丽达，你都病成这样了，还在写病后的感受啊？你这是为医学界做贡献呢，还是爱的力量啊？吴道上这些天怎么样？吴大人好多了，他昨天还去那个市郊的那个坟场了呢。嗯，是为了创伤员的是吗？嗯。大人想把尸体焚烧了，烧吧，大家会同意吗？尤其是外国人。是啊，道台那边也明确表示不赞同，再说了，老百姓也不愿意啊。打上这么努力的防疫，却总是事与愿违。唉，我真恨自己现在不能帮上他的忙。你呀，就好好把病养好了，我们大家就都高兴了。一会儿把饺子吃了啊，别累着了，我先走了。谢谢。好了，你先过去休息吧。你比前两天好多了。哎，但是宝贝汤还要按时喝。好了。哎，武大人。武大人，武大人，您快来看看俺是不是好了。好。哎。我给你看看。哎，把伞抬起来。哎，好，靠好。
你的肺部没有罗音，腋下也没有肿胀，诊断结果你已经康复了。大人，那您让俺回家吧，俺在这都快憋死了，这整天除了躺着就是喝药的，啥也干不了。大人，俺媳妇儿一个人搁家挺着大肚子，昨天来看俺，你们还没让见，她来一趟也不容易。这里是隔离医院，不是病人和医生当然不能进了。大人，您就让俺回去吧。啊，好了，我就批准你可以出院了。不过你回家的时候，你一定要做好防疫措施，不能怠慢。知道知道，戴口罩，喝保肺汤，俺回去啊，让媳妇儿也喝，就当给俺儿子一块预防了。如果有什么不妥的，你马上来找我。戴医官，你带他出去，办出院手术。好的。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跟我来吧，跟我来吧。谢谢大人。好，走走，慢走。谢谢大人啊，谢谢大人，谢谢大人。爹，爹，爹，顾阳哥，别过来，快去叫我爹，快去！掌柜的，掌柜的，儿子，儿子，你怎么了？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别过来，爹，你别过来！怎么了你啊？我感染了，快送我去隔离病院！快，送隔离病院，赶快！被拿，被拿！是是，我的儿子。谢掌柜，对不起，他感染了。武大人，这可如何是好啊？我想问你，你是怎么感染到的？他们就有几个人把我摁在了床上，往我脸上扣了一个罐子一样的东西，让我使劲的闻。之后我就觉得不对劲了。你还记得是什么人帮你吗？姚仲廷，他现在他为日本人工作。这个姚仲廷这个祸害又出来了。我今天开了他的肚子，看他安的是什么心。这些混蛋，他们居然用人体做鼠疫实验。我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故意制造疾病的魔鬼存在。你放心，无论如何我一定会把你治好。谢掌柜，你也不用着急，相信武大人能治好你。妈的，又是姚仲廷这小子，居然跑到日本人那边去了！我要不是必须得按大清的律法办事，我早派个武林高手宰了这个兔崽子的了。大人，你就是想派人去，现在也不知道他们在哪儿啊。现在他的道道是太深了，听那个修木良说，他被抓和被放出来的时候，那眼睛都是被蒙着的，咱们根本就不知道他们在哪儿。咋了？这就傻了？懵了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，雕虫小技，老子见多了。大人，据我们分析，他白天是不敢出来了，只能晚上露面抓人了。看来老子真得去一趟日本领事馆了。这林氏先生，据我的报告啊，有人看见姚仲廷在给你们卖命。我也不想麻烦贵国，只要把姚仲廷交还给我们就可以了。穆大人，你说的这个姚仲廷我们根本就不认识，说句你不爱听的话，
我们不会用愚蠢的中国人来为我们大日本帝国服务。这川崎先生说的有点过早啊。假如那个证人真的是让姚仲廷给抓走了，又让你们日本人给传染上了鼠疫再放回来了，这件事情可能是个误会，或者是有人在挑拨。穆大人，是这样，如果你真的着急的话，我们帝国可以出兵，也可以出人去帮你们找一找那是失踪的人。那好啊，川崎先生如果愿意帮助我破此案，那当然太好了。不过有句话我想告诉你，别自作聪明。中国有句老话叫若想人不知，除非己莫为啊。那好，我就先告辞了。好，再见。可可，私がお送りいたします。儿啊，这宝贵汤啊你多熬会儿啊。知道了，干娘。这事儿可不是你做的，丽塔医生。丽塔医生，天冷了，快进屋歇着去啊！没事，我不累，我刚好。这是以往啊，俺不会说啥，可现在你是病人。我是医生，现在不能替人看病，赶紧出货也总可以吧？丽塔医生，这要是让武大人知道啊，你生病还干活，他会怪着俺的。武继夫人。我干活的事，希望你不要告诉武大人。好，不过这可是最后一次了啊！就是武大人说我的病情比以前好多了。李德医生，李德医生，拉明，来，你快来！呀，怎么了这是？快把他放屋去！哎哎哎！我知道你是个医生，可是你现在是一个病人啊。病人应该乖乖的躺在病床上好好休息，对吗？大人，我不想看你一个人在外工作，但是我怎么能在这里躺着无所事事？这样我会觉得离你越来越远，能在你身边和你一起工作，我就有无穷的力量。你的心情我很明白，可是你这么做，你会增加你身体的负担，对康复一点好处都没有。我等着你出去的，我们有很多事情等着你要做的。吴大人，我知道了，我听你的。吴先生，听说你要烧焦那些病死的人的尸体，这是断绝传染源的唯一的办法。我听说郊外的尸体堆成了山，你想全部烧掉肯定有难度，尤其是俄国人的尸体焚烧，在东正教看来是不可饶恕的罪孽。外面的事情你不用担心那么多，你好好在这里休息。是你把那个人放走的？是啊。糊涂，难道你不知道进入我们日本实验室的人是不可以活着出去的？这个人我认识。认识？是因为你认识才把他放走的？不不不不不，绝对不是，他是武连德的人，我怎么会救他，怎么会放他呢？那你为什么要放他？这个我是为了大日本的帝国的利益才这么做的。巴克，小吉先生，息怒，你让我说吧好吗？说。其实我知道咱们是想用鼠疫病毒控制满洲，现在的效果呢并不明显。我就从武连德那儿啊抓了一个壮实的男丁，让他也染上鼠疫，然后把他放回去，武连德肯定会救他呀。救的结果，这大日本帝国和你不是最想知道？
你是想看看伍连德能不能治疗我们的鼠疫杆菌？正是。我抓的这个人啊，那就是那个保肺汤的发明者修齐的儿子。伍连德肯定会使劲的救他，这样的人都救不了，那咱们的战争不就可以开始了吗？说的还是有道理，不过这样一来我们的秘密就被暴露了。不不，绝对不会的，我们放这个人的时候他的眼睛也是被蒙着的，他不可能知道实验室的具体位置。只要实验室不暴露，其他的一概都不承认，毕竟他们在明处，咱们在暗处啊。嗯，你说的还是有些道理。这次我暂且放过你，不过你自以为是的做事风格我非常不喜欢，希望你不要自作聪明。先生，黑龙江督军求援，不回先发现鼠疫。不回？不回在哪儿啊？那，在这儿。我们马上去吧。先生，您别去了，我去就行了。我怎么能不去呢？先生，您不能离开哈尔滨啊。万一那些俄国人、日本人拿您的走大做文章，那可怎么办？再说了，您走了，一的医生谁来照顾？这样吧，我和田医官跟你一块过去。你要谨记，喝保肺汤，还有隔离，是目前最有效的治理办法。哈尔滨可以，我相信别的地方也一样可以。好。感觉咋样了？感觉好多了。哎，哎，修老爷子来了。爹，哎呀，孩子，别动。来，咋样啊？还行，孩子，你自己感觉怎么样？感觉好多了，比昨天强。肺部感觉怎么样？感觉有力了。是，他比昨天强多了。嗯，你呀，就这么躺着，坚持喝药，啊，哎，别着急，很快就会好的。你看，人家武大人不是好了吗？我知道了，爹。先生呢？他在办公室，我去给你找他吧。啊，不，让他躺完去吧。那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头有点痛，还有胸口难受。你喝药了吗？喝了。那你先休息吧，我一会儿把他找过来。不用，我自己待着就好。电报上也明明说，普县闹瘟疫呢。
这一切都挺正常的呀。哈尔滨闹瘟疫的时候，路边都是尸体，这也没有闹瘟疫的迹象啊。老板，我们再往前走走。哎，好嘞。阿县令在吗？啊，在。二位便请。启禀大人，想必二位就是哈尔滨派来的两位医官吧？啊，下官普奎县县令安和林。安县令，在下林家伟，这位是田医官，我们是奉大清总医官伍连德大人的命令来到这里防疫的。防疫？对啊。不如二位先吃饭，我们边吃边谈。饭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二位请，请请请。怎么回事？本县确实爆发了鼠疫。大人，不得了了，人都跑了，一个都不剩。什么呀？先生，您的咖啡。